哈利路亚！今天当我们来到神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回想到神给我们这个安息日，这个主日，以神为中心的日子，在安息日当中，我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唯有来注视我们的主，我们看见他，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。 Amen。 真正的安息不是从什么都不做而来，那是从看见我们主，听见我们主的声音，我们的心就得着安息，好不好？在我们一开始时，我们先来祷告，求神今天让我们看见他，听见他，好让他的百姓进入真正的安息里面，一个信靠的安息里面，一个有能力的安息里面，一个能够重新对齐再次为他来奔跑的安息里面，我们一起开口来，在神的面前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永远的这样的一个条例，主啊，就是来守安息，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看见你，你知道我们需要放下所有的一切来专注在你身上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需要看见你，需要听见你，需要与你对齐我们的灵，才不会死去，我们的灵才不会下沉，主啊，我们的思路才不会混杂，主啊，我们才不会被这世界的重担所压垮。唯有看见你，唯有认识你，唯有听见你的声音，主，我们可以重新得力，主，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因为认识你，我们可以放手交给你，我们可以依靠你，我们可以重新得力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定下这样的规律，主啊，在你里面得着安息。今天你来向我们显现，主啊，今天你来向我们来开启，主啊，今天你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你是安息日的主，我们要来敬拜那安息日的主，我们要来朝见那安息日的主。主啊，按照你的应许，主啊，让你的众儿女得着真正的安息。主啊，所有身体上有疾病的要得着医治，主啊，所有流离失所的要在你里面找到归属。真正的安息今天释放在你的儿女当中，释放在你的教会当中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 Amen， Amen， Amen。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可是我们更知道神的话语说，他要使他百姓的公义如光发出，神要使他百姓的公平明如午正。就像诗篇三十七篇，当这个诗人说看见作恶的好像不断不断的兴盛，心里面不要心怀不平，因为神仍然在做工。就在最黑暗的时候，神百姓的光会如光发出，会像午正一样照耀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三十七篇，我们用这一段来为神的教会来祷告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能够发出光来，在黑暗当中能够明如正午。我们一起来念三十七篇诗篇第三节到第六节，我们来请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 Amen。 我们再来宣告一下第六节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这是神立定心志要成就的事情。我们再念一遍，来请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 Amen， Amen。 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心，他要使我们的公义像光一样发出来，那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连接于他，我们必须要依靠他来行善，我们必须要持续的住在这个地上，因为我要承受这地为业。我们要住在这地上的时候，不是去思想那些败坏的事情，不是去来定睛在恶人所做的事情，我们要以他的信实为粮。我们吃什么，我们喝什么，我们想什么，就是他的信实。 Amen。 唯有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光中，我们定睛在神的心意，神的信实里面，我们可以发出光来，我们可以不摇动。 Amen。 而且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，
不是以我们追求的为乐，在所有一切的事上唯有神，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那是我们的喜乐。我们的喜乐不按照这世界的运行，不按照这世界的运作，不按照我们得着的多少，乃是在与耶和华。所以这样的喜乐不会动摇。我们来祷告，我们的教会进到以耶和华为乐的境界里面，在任何的环境，我们只要有神，我们里面的喜乐就会喷涌出来，我们里面的喜乐就可以感染周围的人。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又行善，我们又依靠耶和华，我们又以他为乐的时候，他要将我们心里面的渴望来赐给我们。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，我们所想要的，我们所渴望的，就是他一切要赐给我们的。Amen。你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来交给他。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这是神的心意，我们必须要与他对齐，我们就能够像光一样发出光辉来。我们同声的来一起祷告。是的，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带到你面前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不会心怀不平，我们不要上胆，我们不要定睛，不要去默想这世界的黑暗，主，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的心意，你要使你的儿女的公义，主啊，如光发出，主啊，你要使你教会的公平明如正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心意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心意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不会再被隔离当中被淹没。主啊，即便在隔离当中，我们仍然公义要散发出来，我们公平仍然要散发出来，帮助西雅图的领导。哦，主啊，帮助你的众儿女们，主啊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依靠你行善，让我们以你的信实为乐。主，我们以你的信实为粮，天天来默想你的信实，这天天来认识你，来宣告你。主，让我们来以你为乐，让我们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你。我们要在这地上，我们要承受这地为业，我们要承受地土为业。主啊，我们要用你我的公义，在你的手中变成如正一样的光明，你要与我们同在，来帮助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说你的心意对我们就是要使我们的公义如光发出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行在你的公义当中。阿门。是主啊，把天帮助我们教会发出光来。阿门。阿门。主啊，你是我的诗歌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也成了我的拯救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。Amen。 是主，因为你本是善。Amen。 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天天来默想你的良善，天天来默想你的信实。Amen。 是的，主，因为你的信实永不改变，是我们可以依靠的。Amen。 主啊，有你的手搀扶着我们。Amen。 我们的脚就不致扑倒在敌人的面前。Amen。 是主啊，我们信都是因为你就是那位信实的神。阿门。姐妹，你是永远信实的。主啊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但是你是永远可信的。阿门。因为你是信实的，主啊，所以我们不害怕，我们不胆怯，我们不心怀不平。是主啊，因为你是信实的，我们就可以喜乐。阿门。主啊，你是行善行公义的神，我们就应当离恶行善。阿门。就可以永远安居。我们要依靠耶和华来行善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每天来行公义好怜悯，与你来同行。阿门。主啊，求主你的义成为我们的义。阿门。主啊，你是喜爱公平的。阿门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。阿门。因为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。阿门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公义公平和你的荣耀来。阿门。主啊，教导我们去除一切的假冒为善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以你为乐。阿门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以你为乐，我们要遵行你的话，昼夜思想，不偏离左右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的道路就行在你的公义当中。阿门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最是我们的力量。阿门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最喜乐的神。阿门。是我们的奖赏。阿门。Amen。 主啊，帮助我们每天来到你这里来寻求天上来的喜乐。阿门。主，当我们以你为乐的时候，这样的喜乐不会断绝，这样的喜乐不会被偷窃。阿门。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。阿门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，我们靠着你就能够得到那个喜乐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
主，你今天来祝福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因为我们要与你对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阿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期待的下一个节日是什么？新年。新年。感谢主，我们在2020年，我们即将送走。我们对新年的期待是什么呢？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神赐给我这段经文，是在《使徒行传》9:31。想到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里面有许多的事情要发生，相信神必要按照他自己丰盛的荣耀来祝福我们的教会。所以今天特别要为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里来成长来祷告。我们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9:31，很短的一段经文。其实这里头就讲到叫他神的教会要被建立，要成长，这个所必须的一些要素在里面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《使徒行传》9:31。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事敬畏主，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凡事敬畏主，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所以这里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他的神的教会其实是有一段比较平安的平静安稳的时间，那就是在扫罗被神的大光光照以后，他停止迫害教会，而且当时的那些君王也对基督教有一比较温和的一种态度。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时间不长，那神的教会也经历了一段的平安，所以他们有机会被建立在神的真道上被建立。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需要有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，这个平安不是一个外在的平安，也更重要的是我们内部的平安，我们的合一。然后很重要一点，就是在这种平安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意来被建造被建立。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020年做教会做了很多事情，就是要来建造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。那另外两件事情，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敬畏主，然后得圣灵的安慰。这个时代也许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也许我们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里生活得太久，什么都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，渐渐的我们就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，对主的敬畏。那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可以重新对我们的神有敬畏的心，每天我们愿意来做讨他喜悦的事情，然后就是要被圣灵充满，让我们能够从圣灵那里得到安慰，得到激励，而且弟兄姊妹彼此的激励。好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盼望神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的教会有长足的增长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姊妹被他来建立。好，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永远的眼目不用离开你的教会。主啊，你要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你要定义来建立我们，建立你自己的教会。好了，你的使命在地上，主啊，被实现。好了，你们，好了，你的旨意在地上，通过我们被你来实现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就是来感谢你，主啊，赐给我们一个平安，赐给我们一个合一。好了，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里面，我们被你来建立，我们愿意来。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慕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有个敬畏和感恩的心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，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来寻求你，主啊，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得着那个能力，得着那个力量来活出来。主啊，特别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安慰我们，来彼此的鼓励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不灰心，不沮丧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主啊你要做的事情，
我们在得因为圣灵知道你所要做的任何的事情，主啊，圣灵有主啊，说不完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愿意的是你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来宣告，主啊，西雅图灵粮堂是你的教会，主啊，你要带领这个教会走在你的心意里面，主啊，你要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来合一，我们愿意来被你来建造，主啊，我们弟兄姊妹愿意有一个敬畏和感恩的心来服侍你，主啊，我们就是谢谢你，求你的圣灵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赐下我们的安慰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医治我们一切的软弱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主啊，我们就是来呼求你，在新的一年里做你要做的心事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里面，家庭的身里面，小组里面，主啊，都有满有你自己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愿我们一起来开始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2021年是我们西雅图灵粮堂教会要兴起来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要同心的起来，要同心的建造这个教会。主啊。主，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同心建造你的教会。Amen。是主阿爸天父，你来带领我们建立这个荣耀的教会。Amen。主啊，让我们经历你赐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合一。Amen。主啊，是的，那建造我们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Amen。主啊，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。是的，主啊，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你的心来建造我们。Amen。让我们彼此勉励，彼此的造就，让我们和你连接在一起。Amen。弟兄姐妹在你里面合一。Amen。主啊，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。是的，主啊，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，让我们有一颗更热爱你的心。主啊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。是的，主，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每天走在你的旨意里面。Amen。你的圣灵要来安慰我们。Amen。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。是的，来为我们来祷告。Amen。主啊，求主你的圣灵充满、充满、充满在我们的教会。是的，是的，主啊，让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充满我们的口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口天天来颂赞、称颂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西雅图灵粮堂每一个弟兄姐妹被你的圣灵来充满，能够活出有影响力的生命。Amen。Amen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在思考神如何爱我们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在创世纪里面神设立婚姻，所以就想到说神他为什么要来设立婚姻，他我就来读到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这边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2章18节，他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21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我看见说，神在这里他创造婚姻，主要是真的就是为了我们为了亚当的好处，他说要创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，而不是为他创造一个敌人。我就想到我们的婚姻关系中间，夫妻关系是彼此帮助、彼此敬重、彼此相爱的关系，所以我就想请弟兄姐妹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来祷告，在这样的丈夫和妻子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、彼此尊重，成为彼此的帮助。那也想向大家广告，我们在2021年会开始一个新的
婚姻家庭的事工，所以也是请弟兄姐妹来为这个事工祷告，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成为每一个家庭的帮助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开声为我们的神，向我们的神感谢他创造婚姻，为我们的教会的家庭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，主啊主啊，你为我们的缘故，你创造婚姻，并且你创造婚姻，夫妻是能够彼此相爱，彼此敬重，彼此帮助的。孩子就在这里祷告，哦，主啊，真的就是求主你把赐福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当中，在每一对夫妻当中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，能够真的是在家庭当中彼此相爱，能够荣耀主，在家庭当中显出主啊你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美好。那我们也真的就是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婚姻家庭的事工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事工当中每一个家庭都被建立得帮助，主啊，让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彼此的角色角色上面成为神国的仆人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赞美主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从起初创造婚姻，你是为了让我们彼此帮助。Amen。是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才设立了婚姻。Amen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定义要把那美好赐在我们的婚姻里面。Amen。哇，是的，婚姻原本就是你所设立的，主啊，婚姻是美好的，主啊，求你来修复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婚姻。Amen。主啊，为我们教会的每一对夫妻祷告，主啊，真的就是求主你让做丈夫的爱他们的妻子，做妻子的敬重他们的丈夫。 Amen。 主啊，你在夫妻的关系上教导我们教会与主的关系。 Amen。 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头，我们是主的身体。 Amen。 主啊，你爱我们，我们要敬畏尊重你。主啊，你是那新郎，我们是那新妇。 Amen。 我们要合而为一。阿门。是主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婚姻中能够活出你设立的那个原意，那个荣耀。阿门。主要让我们看见，主要这个婚姻不再是关乎我们自己，乃是关乎你的荣耀。阿门。主要是你的荣耀，也是你的心意。阿门。主要你说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主啊，我们教会就是你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求主你保守2021年这个婚姻家庭的事工。阿门。是的，主啊，祝福奇金磅礴，主啊，让他们主啊手所做的，能够每一对夫妻，主啊都能够把他们建造起来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就是求主你祝福奇金和磅礴，他们有一颗摆上的心，主啊，每一个愿意的心你都喜悦。 Amen。 主啊，求你来预备许多的夫妻，主啊，愿意来到这里，主啊，来寻求你的旨意。 Amen。 我们真的就是求主你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事工能 reach out 更多的家庭，让我们教会的每一对家庭都能够得到帮助。 Amen。 Amen。是的，主，求你在这末世的时候来恢复家庭。 Amen。 Amen。 让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。 Amen。 哈利路亚。这是我们从神的开口来为今天主日在神的面前的聚会，在主面前的崇拜，我们来祷开口祷告。我们先求圣灵临到我们当中，临到每一个家庭当中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是我们这个时候来祷告在你面前。主啊主啊，因为主啊，我们要建造你的家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主啊，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。主，我们知道离了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所以我们先欢迎圣灵降临。哦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现在来到教会现场。主啊，圣灵，我们欢迎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。主啊，当我们打开直播的时候，圣灵，求你来充满。哦，主啊，你也所以先说你要赐下圣灵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这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是你的家庭，你的同在，这家庭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
虚竭一样，我们开口向我们的神来呼求，我们开口向我们的神说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。哈利路亚！哦，主，这不是一个仪式，这不是一个重复的自己，这是我们心里面的渴慕，这是我们心里面的迫切。主，就像没有空气呼吸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活下去。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圣灵，我们需要你，降下来，降下来，更加的贴近的同在，使你的爸爸爸爸使你的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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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名字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